学戏，星期戏曲广播会，周周有戏。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观众朋友，现在我们是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为您现场直播第762期星期戏曲广播会，永江乐音百花争艳，宁波小百花乐剧团演唱专场。我是上海电台戏剧曲艺广播主持人辛宁，大家好。我是 SMG 综艺部的节目主持人方飞，大家好。我是宁波艺术剧院的王景文，大家好。那么王景文现在还担任宁波艺术剧院的副院长，现在担任领导工作了。他还是我们星期戏曲广播会的老朋友，我们在25年庆典的时候他专程来上海参加了祝贺演出，去年我们在宁波直播了一场咏剧，他也参加了演出。那么我们王景文啊，是我们星期广播音乐会的老朋友，平时呢作为演员出现在舞台上，今天作为主持人出现在我们星期戏曲广播会的舞台上，我们掌声再次送给他。谢谢，非常荣幸和辛老师那个方飞老师一块来主持我们小百花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粤剧的专场，我看王景文是不是就先给我们唱上两句粤剧怎么样？啊，咏剧演员唱粤剧，对、啊、要不要听啊？要听的吧，掌声响起。好的，那我就来唱两句粤剧京派的。关阿僧你好比天阿僧月，为其苦鼻子月了变阿心。谢谢，唱得太棒了。哦哟，不行，你们多才多艺啊。不行，而且说两句就两句，一句也不多。你们愚昧听错阿拉宁波王你老个味道。莫加客气吧。莫加客气，哟，跟你不要讲了领吗？那么说到咱们宁波小百花乐剧团呢，可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小百花乐剧团之一，也是我们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那么科班出身的小百花呢，可以说是功底非常的扎实，而且有着非常丰富的戏曲表演经验。说到咱们宁波小百花豫剧团呢，那可是声名远扬啊，他曾经是远赴法国啊、匈牙利啊、还有新加坡啊、美国等许多国家去演出，并且呢受到我们国家领导人的高度的赞誉。是的，我们宁波的小百花豫剧团呢，演员们呢青春靓丽。今天呢，首先呢，我们亮出一个整齐的阵容，有请大家来欣赏一组粤剧大联唱。Oh,
大苍天。
小百花为大家演唱了这个精彩纷呈的越剧的各种流派。是的，辛老师呢说的没错，越剧呢确实有流派纷呈的这一个特点。那么在接下来的那些板块当中呢，我们小百花的演员们一段段来演绎那些精彩的唱段。我们先来听一段七派。七派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具有呢凄婉那种的风格，在悲悲切切当中呢塑造人物，深受的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好，接下来上场的是七派的弟子，叫唐丽君，他为大家带来的是苏三起解。我从公道一死到劫财，竟奉命一夜女外前往太原，早早收拾停当。苏三，这天月圆。
说到艺术生命呢，其实需要延续的。那么说到艺术事业呢，同样是这样。哎，你听说吧，咱们宁波越剧小百花呢，现在已经有小小百花了。是的，2001年呢，绍兴的艺术学校呢，逼了一批学生，这些学生呢，到我们的院里来实习。经过呢几年的历练呢，这些小小百花们呢已经成长起来，在越剧舞台上呢已经展露出他们的风采。接下来呢，他们也要拿出各自的好戏来奉献给听众的朋友们。那么首先为我们上场演出的呢是范派的小生孙琴，他进团以后呢就主演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琼浆玉露》等等。在2006年的粤女争锋当中呢，大家可能还有印象，他获得了银屏奖。那么今天呢，他为我们带来了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回十八》这一折。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听说你们院里还有一朵小小百花叫徐小飞，是的，和孙晶一样，也是在一部大戏一部大戏中间茁壮成长起来的。是的，小飞们已经主演了多部大戏，像那个《百花江》《风雨劫夫亭》还有《风有才子》。小飞呢，在我们省市的戏剧节乃至全国的越剧赛事上面呢获大奖，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新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飞，他给大家带来的是原派名段《断肠人》。
们宁波小百花这一批小小百花呢，真是行当齐全。那么团中呢有一位叫栗丹红的，我想大家肯定是有印象的，因为在06年的粤女争锋当中呢，她就有上佳的表现，她是一名非常有潜力的女老生演员。那么今天呢，她给大家带来的是舞女拜寿哭别这一折。现在我们班就需要一个乱世英雄出来领导群雄，还要我们选出新的班长。你敢不敢站出来？我连我妹都管不了，我怎么管这个班啊？歇菜吧你！叛徒！叛徒！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你继续坚持下去，努力下去，总有一天别人会相信你的。新少年偶像电影《男生贾李新传》，今年六一档全国火热公映。最后一讲，北京时间七点钟。上海评弹团湘音书院演出季开始了，中篇、短篇、经典折子流派演唱会。热闹非凡，精彩纷呈。上海、江苏、浙江、常熟、常州、吴中区等各大评弹团联袂现演，
展演时间5月29日至6月10日，购票时间5月10日起，购票地点上海评弹团湘音书院，咨询电话6256-3234。海现代戏剧谷携手艺术人文频道5月开幕巨献，孟京辉经典大戏《生命不息，恋爱不止》，恋爱的犀牛铂金十年，亲情再现，两只狗的生活意见，新鲜热辣，将快乐进行到底，颠覆传统的感官冒险，爱比死更冷酷，挑战声色无极限，另类原创音乐剧《空中花园谋杀案》上海轰动首演，一戏剧缤纷开幕演出季，精彩上演。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 Expo Shanghai China, c'est l'échange culturel dans le monde。可以睇到好多未来嘅科技。是世界闻名的盛会。就在黄浦江那边。左左，你哈儿都到了嘛 ？Welcome to Shanghai。Welcome to Shanghai。我在大家的世博，阿里要当好东道子。我的爸爸在世博工地建房子呢。我要去。咱们全家呀，都去参观。好。明年。年年端阳，年年春，欢声笑语喜迎门。2009年5月28日至31日，娱乐频道连续4天，每晚8点半推出《喜羊羊闹端阳》，品酒端午快乐大放送，各路明星陪您一同包端午粽子，品雄黄美酒，笑星妙语连珠，欢乐异彩纷呈，笑声笑语笑翻天，《喜羊羊闹端阳》09端午快乐大放送，陪您共度佳节。在电影界，李行是掀起琼瑶电影风潮的第一人。受了就中了他的毒了嘛，满脑子都是琼瑶。谢晋和李行都是中国电影界的泰斗级导演，也是一对互相欣赏学习的老哥俩。在李行的心中，谢晋又有着怎样的地位？谢导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的强人，中国电影的巨人。周日晚21点，敬请关注可玩倾听。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女一号。啊！潜规矩，侬讲规矩这个规矩啊！侬讲开。哎呀！上毛我刘金龙只有一个死。死。王仁美、周旋，只有我能成正人。要不是刚刚我救侬，侬连嘛也不晓得哪哪一个来的。哎，不是来看我们啊，是少爷啊，像你女子过样呀。哎呀我！兵临城下，双胞胎兄弟刀割相见，手中的枪可六亲不认。浴火重生，人人义士力保古都平安。励志偶像蒲八甲一人分饰两角，任成伟、李小璐亲情现演建国60周年献礼巨作《战北平》，新娱乐剧场震撼上映。粽叶飘香，喜庆端午。28号36度7端午特辑，29号家庭演播室端午特别节目，30号相约星期六，31号全家都来赛欢唱迎世博，更有喜羊羊闹端午快乐大放送，天天伴你乐开怀，欢乐度端午尽在新娱乐。一天冷天真秋天，天天有看点。好事就是开心事，事事有热点。正话反话大白话，话有卖点。看点热点加卖点，点点有笑点。看点热点卖点笑点，笑点卖点热点看点，看点热点卖点笑点，笑点卖点热点看点。笑通龙肚皮，笑而把头低。哈哈哈哈哈哈！大家开心点。说到这个京派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京派唱腔呢是非常的流畅，非常的好听。特别是在本月底呢，我们还将会举办一个京派唱腔的一个专场演出，
到时候呢会有很多的金派弟子们登台谢意。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提前一饱眼福和耳福。那么今天呢为我们表演的呢是金彩凤老师的嫡传弟子陈丽萍，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呢是金派的名剧《碧玉簪》的一个选段，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精彩的表演，好，掌声送给他。Thank you.
向我出家之时，母亲她再三地叫道：“到了王家，要孝顺公婆，敬重丈夫。”想今年天气温冷，我是不与他给你，倘在旁生之套又骂我秀英，礼仪不尊，我又不如父母养育不教。爹娘啊，爹娘，你叫女儿
宁波乐小百花乐剧团除了继承传统的乐剧以外，还对乐剧进行了改革创新，创作了不少新的剧目，是吗？是的，我们小百花乐剧团呢，建团以来呢，创排了许多呢带有鲜明的艺术风格的原创剧目，像我们的《百花江》，像我们的《风雨杰夫亭》《阿育王》《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等等等等。哎，今天我们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哎呀，就很想来欣赏一下宁波小百花乐剧团的这个原创剧目，好不好？可以啊，《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呢，是我们原创的剧目之一。这出戏呢，在越剧舞台上呢，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王熙凤的形象。2007年呢，参加呢我们浙江省的戏剧节的时候呢，获得了剧目大奖。我们的主演呢，国家一级演员谢静莲也获得了优秀演员奖。哎，王院长，我听说谢静莲在排演这出戏的时候，穿着很高很高的高跟鞋来排练的。这不叫高跟鞋，这叫呢原来京剧的传统上面呢叫踩跷功。那么导演呢要求我们演员呢，为了塑造好呢王熙凤的这个人物形象呢，要求演员呢要穿着软翘呢进行表演。这个踩跷功啊，在京剧的传统技里面呢，演员要练多少年才有这个功夫？那么谢静莲练了多少时间呢？那我们的演员排练时间非常短，只有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面呢，他就练就了那个踩跷功。那么可见他花了非常多的心血。是啊，我也想现场观众朋友可以这个试一试啊，回家穿个他是10厘米高的高跟鞋啊，然后呢在舞台上还要演唱，还要做动作，还要走台步，不是两分钟，两个小时，真是不容易。那么今天是演唱会啊，谢静莲穿着那个10厘米高的那个高跟鞋待会儿会上来的，不是专门来表演踩跷功了，还是把那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奉献给大家。我的好妹妹，苍天苍啊！
我们这个越剧舞台上呢是非常擅长演这个才子佳人的，也是非常擅长表达这种人性美和人情美的。那我们这个百花江呢就是这样一出戏。是的，百花江呢也是我们小百花越剧团的原创剧目。这出戏呢主要是呢呼唤人间的真情真爱，讴歌呢美好善良的人心。这出戏呢在我们宁波市戏剧节、浙江省戏剧节都获得了新剧目的大奖。那么剧中的男主人公啊，著名的这个小生演员杨卫文呢，他在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呢就获得了这个日发杯的全国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的一等奖。那么今天呢他为我们带来这个戏，也可以说呢他不但是戏好扮相好，并且呢还写了一手好的书法，画着一手好的画，哎，画画也很好。那么他呢可以说对于自己的这个表演呢也是非常注重揣摩人物的那种心理的变化。
请给我一盏灯，我不想在黑暗中走向另一扇灯。我们曾经接受过无数次恩惠，有几回询问过别人的姓氏。我们曾经的感恩情怀，还要在心中留存多久？请把你的手放在我们的手里，让我们心中的灯一起点燃。无偿献血，点滴之爱，再生之德。五月劳动最光荣，SITV 为您一一盘点最命悬一线的工作，绝对的气势如虹，大灵堂送纸钱，丧葬服务一条龙，最麻雀变凤凰的工作，最表里不一的工作，还有众多工作之最为您一一呈现。五月，让我们一起爱岗敬业吧。10 teams on a race throughout the city's different districts. 那个中文怎么说？你叫谁的谁？ Only one team will be left standing. 没有36B的吗？ Are you sure taxi is not quicker? Welcome to Shanghai Rush. 衰男生活，桃花朵朵，抱饭遗孀。刘哥，我想成个家，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有夫之妇，你老公啊？啊。美女房客，我是这儿的房东。开价嘛！这下我们院子里飞了金凤凰了啊！三个女人，一段爱的奇遇。你是姑娘，我是寡女，你干柴，我烈火。他能抓住哪一个？我这个人是很有桃花。衰男情感奇遇记，大生活，东方卫视正在进行时。上海，从我做起。欢乐银世博，全家都来赛，一百家庭现场斗秀。吉祥天气，爬向评委，大爷，爬向评委，黑兔，黑兔，我要再唱。裸身不香，不好不香，裸身一下请他原谅，好吧？人孩子经不起这样的打击呀、啊！肉馒头包了块毛巾就直接来演了。啥美的规矩？不要看好。敬请关注五月24日播出的《全家都来赛》。迎世博，庆端午，创和谐。传统节庆，端午节串起白蛇传奇，戏曲大串演《白蛇传》，五月27日19:15，现演于天蟾逸夫舞台。订票电话：6322-5294、5353-0054。6322-5075。流光溢彩，舞台形象细腻传情，动人演绎。著名粤剧导演黄沙、粤剧表演艺术家金彩峰粤剧黄金系列演出。5月29日19:15，明星版《盘夫索夫》。5月30日19:15，一海聚沙纪念著名粤剧导演黄沙舞台艺术回顾。5月31日19:15，流金岁月粤剧表演艺术家金彩峰艺术专场，上演于天蟾逸夫舞台。年年端阳，年年春，欢声笑语喜迎门。2009年5月28日至31日，娱乐频道连续4天，每晚8:30推出《喜羊羊闹端阳》，09端午快乐大放送，各路明星陪您一同包端午粽子，品雄黄美酒，笑星妙语连珠，欢乐异彩纷呈，笑声笑语笑翻天，《喜羊羊闹端阳》09端午快乐大放送，陪您共度佳节。这是青年演员展示技艺的平台，
这是粤剧新秀塑造角色的舞台，这是粤剧一代明星成长的摇篮，这是粤剧新生代最璀璨的表演。支持青年演员成才，见证一代新人成长，欢迎加入越看越迷。每周六下午2点，艺海粤剧周周演，上海粤剧新生代演员和你相约。兵临城下，双胞胎兄弟刀戈相见，手中的枪可六亲不认。浴火重生，人人义士力保古都平安。励志偶像蒲八甲一人分饰两角，任成伟、李小璐亲情现演建国60周年献礼巨作《战北平》，新娱乐剧场震撼上映。粤剧有一个术语，叫四柱头。哎，说的是什么？哦，这次还考名词解释了。对啊。你说的这个四柱头呢，我还真做了功课了。这个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粤剧的四大行当，一个是花旦，还有小生，还有老生，还有小丑。它就像在我们戏曲舞台上四颗柱子一样，就是台柱子，挺起了我们这个戏曲的舞台。答得非常正确，答得有奖。有奖吗？你没有奖品。我们的奖品专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是义务的是吧？对，这四柱头中间的一个柱头呢，那就是老生。对，可见老生在粤剧行当中是多么的重要。对对对，那么这个老生呢，在我们宁波小百花粤剧团呢，是出现了非常许多那个优秀的老生演员。那么如今我们的宁波小百花粤剧团呢，也可以说是藏龙卧虎。接下来要为我们演出的这一位张派的老生演员呢，那扮相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并且嗓音也很好。那么他在这个什么阿育王啊，还有曹操杀妻啊，还有盘夫索夫啊等等很多剧中呢，扮演的老生老旦的角色，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演员郑春芬。郑春芬呢，在2000年因为演出了一出根据京剧而改编的折子戏《曹操杀妻》，而获得了当年这个浙江省粤剧演员大赛的优秀表演奖。那么今天呢，他要把这个获奖的剧目啊献给大家。他和他一块演出的还有一位是国家二级演员吴俊。好，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俩。我和三姐妹
是为了城下的救护大师，他也操劳；即使城下的千军万乱，他也常挂在心。说这谁是他，他也屈指陪他。让我来为城乡添一盆暖。三公，是杨修。
剧的演唱给人的感觉总是委婉凄凉，是，但是呢也有这个刚毅坚韧。提起越剧演唱的刚毅坚韧啊，还真让人肃然起敬。哎，这不就有一位杜十娘。杜十娘呢是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剧目。那么我们小百花越剧团呢扮演杜十娘的呢是国家一级演员傅派传人洪芬飞老师，他是我们的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老师的弟子。那么洪芬飞老师呢，他在多部剧目当中，如《归长安》《琼浆玉露》《七娘救夫》《杜十娘》当中呢都扮演主要角色。他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呢，在我们浙江省和全国的粤剧的一系列的赛事当中呢获得大奖。接下来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洪芬飞老师。有请。洪老师好。哎，洪老师，听说你在唱粤剧以前是唱京剧的，是吧？有这回事吧？对的，我是70年在宁波市京剧团。然后80年呢，刚刚越剧恢复老戏了嘛，恢复男女子越剧了。那时候呢，我随京剧团，宁波京剧团就改成宁波市越剧团。京剧团就改成越剧团。对，我随团呢就是改成越剧了。刚好呢，那年80年的时候嘛，上海越剧院傅全香老师嘛，在那个恢复那个秦探，我呢刚好在上海越剧院那个看傅老师。那个排戏，看了以后呢，我对傅派的艺术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就拜傅全香老师为师了。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洪老师和傅全香老师的感情非常深。昨天洪老师一到上海，马上就赶到医院去看望傅全香老师，是吗？是的，昨天因为傅老师一直非常关心我们小百花越剧团的成长，昨天呢，我到华东医院去看望傅老师，傅老师现在恢复得非常好，他特意要我今天在此机会向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表示深深的谢意，在他的生病期间，你们都那么个关心他，他非常的感谢，谢谢。好了，接下来我们同样用热情掌声请洪老师回来制作精彩的演唱，掌声响起。两万孤王引人扫的，且听我杜十娘一表苦怒。想我十娘死于父母丧我
想吾生娘，想终于报，事情当着众生当开，是你家自我相中藏于宝宝，请自完尽。我不会离家，离家恰生为生娘，谁是谁亏，谁伤害我，鬼鬼怎么空作名分。可他在茫茫人世，何处是我的归宿？那
说到咱们这个越剧啊，发展到今天呢，可以说题材非常的多，有的呢是取材于古典名著，有的呢是取材于一些传说的故事，还有的呢是从我们这个兄弟剧种借鉴的一些优秀的剧目。可是这次呢，听说是借鉴了咱们这个印度的大片，哎，这个听起来倒是有点新鲜啊。是的，我们的原创剧目《阿育王》呢，就是取材于呢印度大片。嗯，那么这个舞台剧呢，它不像呢以往的那个越剧，它是表现的那个才子佳人啊、小儿女的那种情怀，它而且把目光呢对准了那种欲望悲情的人生的况味，它的力度呢非常大，而且呢深度呢也非常的深刻。那么由于这出戏呢，它呢就是新的创造了一个新的演出风格，在呢中国的第九届的戏剧节上呢，以它呢独有的风采呢，我们呢获得了优秀剧目的奖项。剧中呢扮演阿育王的男主人公呢，也是我们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的当家小生梅花奖得主张小军。说到张小军呢，他是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的弟子，他的扮相非常的俊朗，嗓音洪亮，并且表演的时候有一种霸气，有一种阳刚之美。那么接下来他的演出当中呢，将会把阿育王的那种大彻大悟的剧烈的心理活动表演得淋漓尽致。扮演公主卡哇的呢是谢晋莲。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
762期星期戏曲广播会《咏江乐音百花争艳》宁波小百花乐剧团演唱专场就播送到这儿。好，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朋友们，再见，再见。